夜店那个事情之后，我就没有再跟家里拿钱嘛。孩子不能这样，你现在要开始学会对自己去负责。出事后的第一年，我算是落魄，很落魄哦，然后借钱吃饭，然后卡也是欠他2万的。哦，欠谁？就银行啊，银行卡、啊。哦，只能付最低价。但是直到后来，自己已经没有犯错到没有再犯错的空间的时候，当我决定。痛定思痛，好好做一个人。之前那个女朋友啊，然后哪一个？两个人的进度到哪里？这个可以讲吗？旁白哥抱抱独家吴宗宪断金元露西派欠卡债靠腰一年重新做人开箱4000万老字号牛肉面，台北也吃得到，台南老味道。嗨，这个面有，我这边都秒码表计时 ，Q 弹。我们所有人吃我们的面条都说 Q 弹，不敢相信啊！露西潘 Q 弹下面给你吃，真的问世了。哎，他谈起浪子回头走上正道的心路历程。当时我还在录《嗨营业中》第二季的时候，玩很大，休息的时候去吃，然后发现说，哎，他们竟然是营业最后一天。宪哥就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他的童年的回忆很可惜，就把这个 IP 买。23年大概2、3月吧，就突然跟我说，哎，台南有名老唐牛肉面开60年了。接下来你去经营，我直接就傻眼嘛，很紧绷，我还第一时间不敢回讯息。哇，不行，我一定做不到，因为你说开一间餐厅已经够难了，然后你说要经营老 IP， 然后重点是他又在台南，我当时就很孬，拒绝了宪哥。宪哥其实常常喜欢情勒我，哦，但是其实我觉得他那个情勒算是有效沟通，这个东西啊，你做不做哦，成败就在这里了啦。你人生到底平不平凡还是伟不伟大，就这波了。刚好营业中也录完了，他说你这不就有餐饮经验吗？我一时之间也就热血起来，我就想说，好啦，那就试了啦，那就冲，我就说好，我全权承担。来做牛肉面之后，发现哎，这个领域没有需要那么多的创意、机制或者是弹性，其实他需要的是仔细。跟按部就班，那我其实也学习到蛮多的，算是一个不同方向的努力的感觉。我后来才发现哦，我感觉我以前真的是一个比较中二个性的人，以前都以为自己根本就不紧张，但是真的碰撞之后才发现啊，现在才是真的坦然。我张开了一个非常幼稚而且不好笑的玩笑，一开始发了一个炸政府的文，那时候才19、18，我其实真的算是一个屁孩。宪哥就直接用完全。一个社会道德，所有人的想法最赤裸的劈头劈在我头上。明天收拾好行李 ，Get out of my way。我很感谢他一直以来对我都是完全的诚实，他并不会在意我的感觉。你到底拿成分在哪里吗？这3年来，其实真的是心境转变非常非常大。出事后的第一年，我算是落魄，很落魄哦。还借钱吃饭、卖衣服啊什么的，你知道，到处投履历啊，算是跌落谷底，然后又喝酒抽烟，最后我就接网络上的案啊，比如说 YouTube 片头曲，或者是 Podcast 剪辑，或者是英语配音，我就偷偷的做了一些这些工，就2、3万盯住吧，卡也是欠他2万。哦，欠谁？就银行啊，银行卡、啊，只能付最低价。以前的年少轻狂，真的就是建立在。自己看自己不够透彻，我当时就会觉得说我已经很尽力的去做了，但是你还是用最高标准，而且不会给我鼓励，然后都是鞭子比糖果多，我就觉得很灰心。但是直到后来自己已经没有犯错到没有再犯错的空间的时候，当我决定痛定思痛，好好做一个人，借由犯错看了自己透彻之后，才理解哦，其实自己的特别在哪里，那其实自己的平凡在哪里。好啦，把事情搞好啦的态度拿出来的时候，宪哥反而真的就不骂了。之前那个女朋友啊，然后哪一个？两个人的进度到哪里？这个可以讲吗？哎，不想比较低调。对啊，虽然是宪哥主动报、哦，是因为已经被拍到了，他们直接发讯息问宪哥嘛，啊，宪哥就不理他，然后自己发一张破坏他的作品嘛。不可以先有后婚嘛，这样。哦，当我自己心里其实也是不太接纳这样，有个互相成长的伴是个好的伴。但结婚什么的，生子什么的，我还太老，我才25哎。谈吐老成都忘了他这么嫩啊，但姐姐证明他的天真无知。你想一下，露西派过年要包的红包是双数，
水，他竟然包了一个7000油吧？这是真的，当时就是其实也蛮卡的，可是我就想说好，就盯到一个7000。我那个7000出去，我银行户头当时应该是剩下3位数的，真心话，结果被骂，而且是不给情面的骂，不是哈哈 哈的玩笑这样子。我觉得8000了，至少是双数。为什么是8000？因为剩下那几千要给我侄子侄女啊。你想我大姐二姐那么吸血的人，怎么可能不给？产力娱乐新闻，红包可以来一点吗？谢谢。报道。